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好，坐好，我来写。好，看见。这两天已经跑完段考了，好。段考怎么样？先放下了。希望各位同学待会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好好欣赏南墙、东墙所带来的一些条例。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属于偏远的学校，很多艺术的一些表演，或是一些欣赏的节目，很难得有机会到学校来做演出。那今天的这个演出的曲目，的这个节目呢，是南墙工商他们应该是去年获得这个全国戏剧比赛特优的节目，那也是教育部委托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来推动这个学生的戏剧的创作的一个活动。那它结合了多现在很青少年时常碰到的一些议题，比方说毒品，所以待会里面的这些戏剧内容跟反毒有很大的关系。那请同学好好欣赏，也能够希望利用这样的演出，可以让你去了解毒品的危害，而且你要学会拒绝，要说不。我想这地方希望可以有过这样的体验。那时间有限，我想就热烈的掌声，我们来欢迎。
非常的不得了，非常不得了，荣获了全国戏剧比赛的特优。而且他们在去年这个时候已经受邀到澳门参加了亚洲级的戏剧汇演。在一起。
佳佳。对呀、啊，袁姐的，他实力哪会到？这么厉害？该不会是演戏要见了？